关键词。二胎怀孕育儿，我同事生第二胎的时候，生完医生告诉他是男孩的时候，他马上想到以后要带四个孙子，在产房里马上嚎啕大哭，谁劝都不起作用。网友，我头胎是儿子，第二胎医生爆出来说是儿子，哭了三个小时，血压下降两次，止血两个小时，孕期 B 超是女儿，生下来又是儿子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手术台上就哭了。谢谢阅读，畅聊人生琐事。其实孩子来到身边就是缘分，不管男女，教育好比什么都强。说说当你知道二胎又是儿子是什么感受，欢迎留言分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